二十八号下晡，一台轿车是甲绿草路一支电火条啊弄甲断去。台电人员一接到消息，是马上来进行抢修。在抢修的过程中，嘛造成附近大停电，影响到上百户的居民无电通用。台电人员是紧急伫咧抢修红弄断的电火条啊。二十八号下晡，鹿港绿草路五段一支电火条啊，是被一台轿车弄断去。台电人员是马上来抢修，在抢修的过程中，也造成附近的居民无电通用。第一区域大概在一百多户左右了，哈，在这个区段大概温超二十几左右了，哈，好，超二十几的条，超二加百瓦毫啊，哈，啊，因为这算属于咱的迄个事故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要来转救困难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为着工作安全，吼，阮一定要来停电来做，啊，所以较紧，然后差不多哩九点左右啊，吼。啊！你进前就修理完毕安尼吼。当地里长妈妈上到现场关心，希望台电会当赶紧抢修，予居民有电通用。今天啊，就傍晚的时候，一台我们轮椅的人哈、啊，不小心撞到，发生车祸啊，撞到电线杆哈、啊，还影响一些电路的关系哦、啊。有拜托台电巡修科的刘科长哦、啊，来帮忙抢修哈、啊，很感谢。还有地上哦、啊。有漏油哈、哦，漏油的状况哦，现在在处理一些油脂的问题啊、哦，尽量哈、哦，在晚上九点之前哦，把它处理完毕。这事的原因，警方当地在调查当中，目前驾驶是已经送上去病院来治疗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